近日，在浙江泰顺县，民警巡查时发现一宾馆房间里有人疑似吸毒。尿检后，一女子的结果呈阳性。随后，一名男子前去送饭，民警怀疑他可能是同伙。尿检后，结果也呈阳性。又过了一会儿，另一名男子前去探视送饭男子，被发现是逃犯。最后，三个人都被警方一举抓获。这真是一逮逮一窝呀！